好，下一本故事我们要讲的也是 Todd Pear 的故事哦。他的 The Peace Book 和平的书，你看世界和平耶，各种不同的人种都在这里，大家和平的相处。The Peace Book。The Peace Book。The Peace Book。对啊，和平是什么？你觉得和平是什么 ？Peace is making new friends。和平就是去交新朋友哦，跟不同人种做朋友，跟不同国家的人做朋友，跟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做朋友。Peace is keeping the water blue for all the fish。和平就是干嘛？让海水永远是蓝的，蓝色的，对不对？让小鱼他们有一个家，所以我们不要污染这个地球，要环保，要回收，对不对？要节约用电用水。Peace is listening to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和平就是去学习聆听不同的音乐。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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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嗯，小时候好享受，他在跳舞。Peace is saying you are sorry when you hurt someone。和平就是什么？当你伤害到别人的时候，你会学会道歉。你会不会学会道歉？跟人家说对不起，对不对？说我做错了，我下次会改进。你看，好，他的油漆沾到身上了。Peace is helping your neighbor。和平就是帮助你的邻居哦。他在刷油漆，你也一起来帮忙。Peace is reading all different kinds of books。和平就是学习阅读各式各样不同的书哦。Peace is thinking about someone you love。和平就是去想一想，总是要想到你的朋友，想到你爱的人。所以狗狗想到它的主人啊，主人也想到狗狗，他们互相想念对方，互相会想到对方，对不对？会替对方预备一些事情。Peace is giving shoes to someone who needs them。和平就是干嘛？把鞋子送给需要的人。你看这条蚯蚓还是什么蜈蚣？应该是蜈蚣，摆好多只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只鞋子，各种不同颜色。你最喜欢哪一种颜色的鞋？哦，紫色的，对不对？妈咪喜欢粉红色。所以你要把鞋子送给需要的人。你知道这世界上有很多人是没有鞋子可以穿的吗？现在有那个送旧鞋的活动哦，我们也可以响应。Peace is planting a tree。和平就是干嘛？种树哦。有了树，我们才有干净的空气，对不对？干净的土地。Peace is sharing a meal。和平就是跟别人一起分享你的食物哦。你会不会分享？会哦。那你刚刚有没有分地瓜给我？Peace is wearing different clothes。 和平就是穿不同的衣服哦，各种各式不一样的衣服。这个是他戴的面纱，这应该是中东人。然后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他穿的比较嬉皮一点。 Peace is watching it snow。 和平就是看雪从天上这样子慢慢的飘下来哦，然后堆一个雪人。 Peace is keeping the streets clean。 和平就是干嘛？保持街道的干净整洁。你看他捡到垃圾会把它拿起来，然后丢在垃圾桶，然后种花种树，对不对？ Peace is off。 小猴子在骑脚踏车，跟你一样，对不对？三轮车。刚刚他在读书，他刚在读书的地方，对不对？他现在跑到这里来了。 Peace is offering a hug to a friend。 和平就是给朋友一个抱抱哦，当他们需要你的拥抱的时候。Peace is everyone having a home。 和平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他们的家哦。鱼住在鱼缸里，狗狗住在狗屋里，他的眼睛在这里哦。小丑住在马戏团里，然后爸比妈咪跟你住在公寓里，然后小鸟住在树上，对不对？还有拖车的房子，还有一般的房子，各种不同的家。Peace is growing a garden。 和平就是种菜、种树、种花哦。我们家是不是也有种？小心不要摔下去哦！有种什么？这是生菜，对不对？香菇、西瓜。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种西瓜、番茄，还有胡萝卜。小心不要摔下去，我怕你摔下去。Peace is taking a nap。和平就是干嘛？睡个午觉。Peace is learning another language。和平就是学什么不同的语言？你会不会讲 ？Hola。Hola 就是西班牙文的你好，然后还有喵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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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然后这个是什么 ？Konnichiwa，
Konnichiwa 就是日文，应该是你好。这是什么 ？Guten Tag， 不知道什么意思，应该是你好的意思吧。Guten Tag， is it hello？ Yeah， Guten Tag is German for hello。哦 ，Guten Tag 是德文的你好，对不对 ？Peace is having enough pizza in the world for everyone。和平就是有一个超大的披萨，每一个人都可以吃得到哦。Peace is keeping someone warm， 和平就是让你爱的人感到温暖哦。你看鸡妈妈，母鸡妈妈在孵小鸡。Peace is new babies being born， 和平就是有新的小宝宝诞生。你还记得 Monica 阿姨刚刚生的宝宝对不对？我们有空去看他们。Peace is being free， 和平就是拥有自由，有了自由才可以和平哦。好，帮你排排。Peace is traveling to different places， 和平就是可以去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旅行。刚刚坐在骆驼上，在沙漠中行走。Peace is wishing on a star， 和平就是许愿哦，向星星许愿，希望小小咪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长大，对不对？ Peace is being who you are， 和平就是做自己。看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都不同哦，长得不太一样。有的人长头发，有的短头发，有的戴耳环，有的妈咪长头发。妈咪长头发，对啊，所以我可能比较像这个吧，好像青蛙的脸。啊，爸比比较像这个是艺术家。啊，小小咪喜欢紫色，所以你是这个短短的头发。Peace is being different, feeling good about yourself and helping others. The world is a better place because of you, love Todd. 他说和平呢，就是做不同的人，对不对？然后呢，为你自己感到开心跟高兴，然后帮助别人，世界会因为有你而更好。爱你哦，他在这里啊。不要把书套拆下，这是图书馆的书啊。这是谁 ？This is me with my dog.Bolly 哦，原来他叫做 Bolly， 不是叫 Otto， 对不对？这是他的狗狗，他们住在加州。The end, the peace book.